如果今天再重回原点哈，我是不可能做法律的，我走错路了，真的很对不起老爸，真的，看真的很落魄，那傻瓜蛋哦。我说民国1974年做到现在嘛，啊，现在还是香烟。我常用的是，迄几年来底吼，我破差不多800个，啊，我连续有3年拢是安尼做嘛，啊，我全部做起来，我全部大概最少4000呐，啊，应该是超过5000呐。哦，验的话大概验了10000多嘛。3个兄弟，一个姐姐，A 排 A 老二，我老三。那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是医生嘛，我咧讲过，我阿爸、我阿姐、我阿公，打算算的40-50个啊，啊，拢大家拢做了，拢做了还不错啊，就我们就有点优越感，你知道怎么？这样不然做妇产科，妇产科是比较简单又好赚。我那时候在妇产科，在中心医院。啊，3年以后，我爸就笑我说：“啊，你读一个中山毕业，不到国外去镀金哦。”永远都是中山很难听呐，吼，他就叫我去招一把，招一点本堂。我爸说：“你这个中山的，你读什么妇产科？你学基础医学，所以我们要去基础医学。啊，基础医学只有病理跟法医是医生。我家里头脑都很好。”那时候可能没办法。我爸、我弟、我哥、我舅、我伯，全部都台大，所以一头壳，即使我有被遗传到，阿奇哦，我连 RUO 都不会哦。我从完全不会，基础班读到绘画班，读几个月？5个月。我哥回到研究所，跟我教授讲日文，我教授吓了一跳，啊，你哪样讲话？第一看大体，哎，查不查？几岁？死偌久？有看问题无？你四项你都爱知影，你咪硬起你爱知啊！我的专业。就早上起来就吃饭啊，啊吃了饭，检察官打电话来，说该是叫解析两礼拜操场。好紧张个，第一落出呜呜嘛。那个尸体已经死了一个礼拜，还有一个是死了10天了，啊，都已经发臭，啊，然后里面有虫。以前有一个天树北啊，那个技术员都帮我们做头嘛，因为我们头都不喜欢切嘛，我骨就骨麻烦，爱得提一个电锯，你知道？伊个头扛喺度，喺度鼓啊！啊，咱就假后徛看，阿爷哦，伊个鼓一直喷，你知道？啊，喷到鬼头，咱都唔知啊！哦，他喷着目睭，啊，喷着嘴，呸！嗯，我想也无啥对。
郭大喜破料打那么加假崩嘛，我就有一个原则，我喝酒绝对不洗澡，他会跌倒会死掉。就我隔天我起来以后，因为身体没有什么脏嘛，那时候以为啊不安乱，啊又急着上班，杀起来跟上班，第三天就惨了，全身都起红疹，然后头发全部都是头皮屑，后来真正有够恐怖嘞，扑一落安尼规咩？我然后找皮肤科看，皮肤科高医师，你好像得了很严重的皮肤病，治疗三个月没有效，他就叫理光头，所以我两年是光头的。你安尼无严重啦，我一概拄着严重，拄着 AIDS 唔叫严重，我去解剖一个台商啊，越南台商啊，他跟人家开枪打死，打了六枪啊，有四个子弹在身体里面，他就要解剖嘛。家属说，可是我先生有 AIDS 呢，我说啊，阿拉买惊啊，阿得挂三手了，我想嘿嘿嘿，阿你看袂出代志，破到最后一粒，因为挂你咋，咱个基本上啊，紧提提，我要结束啊，真歹个问题啦，甚至我断着胸椎，用手来握啊，手握入面尔，真仔细，我怎个拄一个，拄着我想，好佳哉，我有准备。我挂三个手落去，抽起流血，好，迄真正规个脚掌甲脚拢冷去。为着迄个叫堵一空哦，我验十年 AIDS， 无我才放心。拜托，今我顺利当知影你的真相，对，他们你多多帮忙，谢谢。上顶的，咱愈做愈久吼，其实有足侪案件，咱我是哦，愈感觉吼，真正人食老，真正继续精的，你知道？看法无啥共款吼。其实我是不输杨日松啦，苗栗那一件就是我翻盘的、啊，他就把他的推下池塘，他死掉了，他才报警说哦，他溺死了、啊。然后那个法医去一看说啊，他怎么死的？就问他先生啊，他就说啊，这样来就跌到水里就死掉了、啊。啊、然后怀就给他给溺水死亡意外，而且他投保意外险800万，他去领了、啊。啊，来我一看，哦、他杀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解剖，我有看那个解剖报告，他眼睛有出血啊，这边有污痕啊。所以他就把他捂死，才把他推下水里去。啊，因为就是这样的关系，他水没有吃水，所以他里面空气很多，所以他很快就浮起来。后来没有认罪，可是判无期啊。我34。我大他6岁，他也是在医院工作，他是护理系嘛。啊，去我拄着伊，我感觉哎，今天也足够注意，
交往差不多一年嘛，就结婚了。哦，真的很厉害哦。那时候我老婆住在乡下，她老家在乡下，所以她每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日才能出来啊。有时候是一个月还是半个月才见一次啊，她就觉得很不舍啊。她有一次要回去，她因为那个火车在动，我就追。我太好高兴了。谁在追？我吧。最后，啊，这也无啥，哎，就讲我对就好诶，只有这样而已。他就跟我说，那是从那个时候，他决心嫁给我。因为吼，我古代嘛捌足侪人啊吼，啊，但是吼，拢感觉讲，每一个都有缺点呐，啊，我阿找无伊无缺点呐。伊都做好事嘛，所以皮也做好粗，啊，衫也做好细，头拢用啊好好哩啊。所以我对伊吼，我阿感觉我阿歹势，因为我阿我阿做爱佚佗个，就是有诶无人啊介绍，咱就逢场作戏。难哟。他长得帅吗？不帅。哪有帅，对不对？他对你好吗？不错啦。没有。好，江队友，你喜欢他哪一点？最喜欢他哪一点？好多。我记得是八五还八七的，我爸给我一些遗产很多啊，在日本大概4亿多日币啊，我就买了房子，啊，再用房子去抵押。去买股票，结果两个都跌，你怎么挑起？然后就负债累累。我记得那时候，我一个月最少要还，最多要还到80万，最少还到60万，就日币啦。那时候我是在那个华医科跟病理科主任啊，一个月领13.5万嘛，华务部以前一毛都没领啊。孩子嘛，想割完带，完带嘛半暝啦起来吼，伊拢甲我到处哩吼，共安慰我。那病人一直骂着，臭干了叫干啥啦？完带啊，无紧无紧，啊人个歹势哩啦，啊就点去啊。我的病人都不会介意，有的话会说。刚入过夕阳，所以瓦人几看好看。就觉得说，我哪只戆掉，传染病哈，佮无钱，啊佮唔知咧做甚物代志，家己嘛唔知对不？也袂先官，较早嘛搞华医，也袂讲搞首席。他就流行哦，对俺爸就歹势。那时候还认得他眼科很小科，很看不起那一科哦。可是没有想到，我爸是台大，我们是中山的。为什么我回不去了？当然回不去啊！我做得这么好了，我又回去，虽然没有钱，可是这个就是成就感啊！也不叫成就感，就叫臭屁感。